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于伽师地论卷第十六，乾隆大藏经大圣论第1164部，弥勒菩萨说，唐三藏沙门玄奘奉诏译。本地分中思所成地第十一之一，以说文所成地，云何思所成地？当知略说有三种相：一由自性清净故，二由思则所知故，三由思则诸法故。云何自性清净？为九种相应之。一者，为如有一独处空闲审地思维，如其所闻，如所究达诸法道理。二者，远离一切不思议处，审地思维所应思处。三者，能善了之，莫说大说。四者，凡所思维，唯一于意，不一于文。五者，于法少分，唯生信解。于法少分，以会观察。六者，坚固思维。七者，安住思维。八者，相续思维。九者，于所思维能善究竟，终无中路，厌不退屈。由此九相，名为清净善净思维。云何思则所知？为善思则所观察意。何等名为所观察意？位于有法了知有相，于非有法了知无相，如是名为所观察意。何等名为所观有法？当知此法略有五种：一、自相有法；二、共相有法；三、假相有法；四、因相有法；五、果相有法。何等名为自相有法？当知此法略有三种：一、圣意相有；二、相状相有；三、现在相有。圣意相有者，为诸法中离言说意，出世间至所行境界，非安立相。相状相有者，为由四种所观相状：一、于是处名可得；二、于是处事可得；三、此名于此事非不决定，为或迷乱不决定故，或无常不决定故；四、此名于此事无碍随转，非或于是处随转，或于是处退还。现在相有者，为若已生及因果性，如是一切总说为一自相有法。何等名为共相有法？当知此相复有五种：一、种类共相；二、成所作共相；三、一切行共相；四、一切有漏共相；五、一切法共相。种类共相者，为色受想行识等个别种类，总名为一种类共相。成所作共相者，为善有漏法与感爱果
犹能承办所作供相，说明供相。如善有漏法与感爱果，如是不善法与感非爱果。念住正圣神足根理，觉知道之菩提分法。于得菩提，犹能承办所作供相，说明供相。当知一耳，一切行供相者，为一切行无常性相；一切有漏供相者，为有漏行皆苦性相；一切法供相者，为一切法空无我性相。如是一切总说为依供相有法。何等名为假相有法？为若于是处，略有六种言论升起，当知此处名假相有。何等名为六种言论？为属主相应言论，远离此彼言论，众共施设言论，众法聚集言论，不变一切言论，非常言论，属主相应言论者，为诸言论配属于主，方解其相，非不属主。如说生时，此谁之生？待所属主其此言论，为色之生。受想行识之生，非说色时，此谁之色？待所属主其此言论。如生如是者，住无常等，心不相应行，随其所应，尽当知。是名属主相应言论。若于是处其此言论，当知此处是假相有。远离此彼言论者，为诸言论非以此嫌此，亦非以彼嫌彼，是说名为远离此彼言论。若以此嫌此言论，是言论亦于实相处转，亦于假相处转。若以彼嫌彼言论，是言论亦于实相处转，亦于假相处转。若非以此嫌此，亦非以彼嫌彼言论，是言论一相于假相处转。云何以此嫌此言论于实相处转？如言地之间，云何此复于假相处转？如言时之缘，如地之坚实之缘，如是水之湿，油之滴，火之暖，毁之焰，风之动，飘之鼓一耳。云何以彼嫌彼言论于实相处转？如言眼之实，身之处，如是等。云何此复于假相处转？如言佛受得有之所饮食，车胜衣服，庄严具等。云何非以此嫌此，亦非以彼嫌彼言论一向于假相处转？如言宅之门，舍之壁，平之口，瓮之腹，君之车，林之树，百之十，十之三，如是等，是名远离此彼言论。众共施舍言论者，位于六种相状言说自性假立言论。六种相状者：一、事相状；二、所识相状；三、净妙等相状；四、饶益等相状；五、言说相状；六、邪行等相状。事相状者，为识所取；所识相状者，为作意所取。能起于识，净妙等相状者，为触所取；饶益等相状者，为受所取；言说相状者，为想所取；邪行等相状者，为思所取。众法聚集言论者，位于众多合合建立自性言论。
如于内色受想行识建立种种我等言论，于外色香味触等事和合差别，建立宅舍平衣车胜君临树等种种言论，不便一切言论者，为诸言论有处随转，有处旋环，如于舍宅，舍宅言论于诸舍宅处处随转，于村聚落亭罗国等即便旋环，于盆瓮等盆等言论于盆瓮等处处随转，于平气等即便旋环，于君君言随诸君转，于别男女幼少等类即便旋环，于林林言随诸林转，于别树根茎枝条叶花果等类即便旋环。非常言论者由四种相应之，一由破坏故，二由不破坏故，三由加行故，四由转变故。破坏故者为平等破矣，平等言舍，瓦等言生；不破坏故者为种种物共合合矣，或完或散，种种杂物差别言舍，完散言生。加行故者位于金断等起诸加行，造环串等一庄严具，金断等言舍，环串等言生。转变故者为饮食等于转变时，饮食等言舍，变会等言生，如是等类应知名为非常言论。随于诸物发起如是六种言论，当知此物皆是假有，是名假相有法。何等名为因相有法？当知是此因略有五种：一可爱因，二不可爱因，三常养因，四流转因，五还灭因。可爱因者为善有漏法，不可爱因者为不善法，常养因者为前前所生善不善无记法，修习善修习，多修习故能令后后所生善不善无记法辗转增盛，名常养因。流转因者为有此种子，有此熏习，有此助伴，彼法流转，此于彼法名流转因。还灭因者为诸行还灭，杂染还灭，所有一切能寂静道，能波涅盘，能去菩提，即彼资粮，并其方便能生能办，名还灭因。如是总名因相有法。若广分别如思因果中应知其相，何等名为果相有法？为从彼五因，若生若得若成若败若转，当知是名果相有法。何等名为所观无法？当知此相亦有五种：一未生无，二已灭无，三互相无，四胜亦无，五毕竟无。未生无者为未来诸行，已灭无者为过去诸行，互相无者为诸于法有所余相，若远离性，若非有性，或所于法与诸于法不合合性，胜亦无者为由世俗言说自性，假设言论所安立性，毕竟无者为使女儿等，毕竟无类，复有五种有性，五种无性。何等名为五种有性？一原成实相有性，二依他起相有性，三遍计所执相有性，四差别相有性，
五，不可说相有性，此中初始胜意相，第二是原生相相，第三是假施舍相，第四是不二相。生相老相，住相无常相，苦相空相，无我相事相，所识相，所取相，净妙等相，饶益等相，言说相相，邪行等相相，如是等相，应知名差别相。第五由四种不可说故名不可说相。一，无故不可说，为卜特伽罗与比诸运不可宣说，若意不意。二，甚深故不可说，为离言法性不可思议，如来法身不可思议，诸佛境界如来灭后若有若无等不可宣说。三，能隐无异故不可说，为有诸法非能引发法意犯行，诸佛世尊虽说不说。四法相法尔之所安立故不可说，所谓真如与诸行等不可宣说，异不异性。何等名为五种无性？一，胜意相无性；二，自一相无性；三，毕竟自相无性；四，无差别相无性；五，可说相无性。云何思则诸法？此复二种应知。一，思则速达懒意；二，思则且脱意。思则速达懒意，如摄事分及菩萨藏教授中当广说。思则且脱意，复有三种：一者见利胜意且脱；二者见利意去意且脱；三者见利体意且脱。见利胜意且脱者，如经言都无有宰主及作者受者，诸法亦无用，而用转非无，为时而有之，运处界流转。审思此一切众生不可得，于内及于外是一切皆空，其能修空者异常无所有，我定非有，有颠倒妄计，有情我皆无，唯有因法有。诸行皆刹那，住上无旷用，即说彼生起，唯用唯作者。眼不能见色，耳不能闻声，鼻不能嗅香，舌不能尝味，身不能觉触，意不能知法。于此亦无能任持趋意者，法不能生他，意不能自生，众缘有故生，非故心心有。法不能灭他，意不能自灭，众缘有故生，生已自然灭。由二品为一，是生便可得。恒于净放逸，又复邪生尽。愚痴之所飘，彼遂邪生尽。诸贪爱所引，于净常放逸，犹有因诸法众苦亦复然。根本二惑故，十二支分二，自无能作用，亦不由他作，非余能有作，而作用非无，非内亦非外，非二种中间，由行未生故，有时而可得。设诸行已生，由此故无得。未来无有相，过去可分别，分别曾所更，非曾亦分别。行虽无有始，然由始可得。诸色如巨墨，诸兽类浮泡，诸想同阳焰，诸行欲芭蕉，诸时由幻视日侵之所说。诸行依时生，亦依时助灭，吃不能吃吃，
亦不能吃彼，非鱼能有吃，而鱼吃非无。不正思维故，诸愚痴得生。此不正思维，非不愚者起。浮非浮不动，行又三应之。复有三种业，一切不合合。现在速灭坏，过去住无方。未生一众缘，而复心随转。毕竟共相应，不相应一耳，非一切一切，而说心随转，于此流无断，相似不相似，由随顺我见，世俗用非无。若坏于色身，名身亦随灭，而言今后世，自作自受果，前后差别故，自因果设故。作者与受者一义不可说，因道不断故，和合作用转，从自因所生，即摄受所作。要细论为因，若敬不敬业，诸种子一熟，即爱非爱果，依诸种一熟，我见而生起，自内所正知，无色不可见，无了别凡夫，即思为内我。我见为一故，起众多妄见，总执自种故，速习助谤故，听闻随顺故，发生于我见，贪爱及与缘而生于内我，摄受希望故，染习外为所。世间真可怖，愚痴故摄受，先起爱藏矣，由兹去细论。彼所爱藏者，贤圣达为苦，此苦逼于夫刹那无暂息，不平等禅心，积极彼众苦，积极是愚夫，即我苦乐缘。诸愚夫固着，如大象逆泥，由痴故增上，变形变所作，此地派众流，于是流为报，非火风日劫，为除正法行。愚苦即我受，苦乐了之苦，分别此起见，从彼生生彼，染污一恒时，诸祸俱生灭。若解脱诸祸，非先亦非后，非彼法生矣，后境亦而生。彼先无染污，说解脱众祸，其有染污者，毕竟性清净，既非有所净，何得有能净？诸种子灭故，诸烦恼尽故，即于此无染，显示二差别。自内所证故，为众苦尽故，永觉喜论故，一切无细论。众生名相续，即法想象中，无生死流转，亦无涅槃者。此中一指不特伽罗无我圣意，宣说如是圣意切脱，未欲对治增益损减二边指骨，于所摄受说为宰主，于诸业用说为作者，于诸果报说为受者，如是伴诵遮遣别意所分别我，诸法亦无用者，遮遣即法所分别我，由此远离增益边执，而用转非无者，显法有性，由此远离损减边执。用有三种：一、宰主用；二、作者用；三、受者用。因此用故，假立宰主、作者、受者，虽言诸法而未宣说，
何等为法？故次说言，唯有十二支等伴诵。如有支次第，诸韵等流转，此显不取微细多我，便能对治载主作者及受者之眼色为缘生眼识果，无别受者。此中显示及十八戒说受者，性虽言无主，而未宣说无何等主，未欲显示故，次说言审思此一切众生不可得。言审思者，由依三量审谛观察，此若无者，云何建立内外成就？故此说言于内及于外是一切皆空，此显内外为假建立，云何建立能观所观二种成就？故此说言其能修空者异常无所有，云何建立圣者一生二种成就？故此说言我我定非有由颠倒忘记，此显圣者即一生我决定无有真实我性，唯由颠倒忘记为有，云何建立彼此成就？故此说言有情我皆无，云何建立染净成就？故此说言唯有因法有，染者净者皆不可得。虽说诸法皆无作用，而未宣说云何无用？故此说言诸行皆刹那住，尚无况用。如前已说，用转非无，云何无用而有用转？故此说言即说彼生起为用为作者，果故名为用，因故名作者。彼生起者显从诸处诸时得生，彼得生者非离言等彼成就故。如前所说诸法无用，此显无用略有七种。一无作用用，未眼不能见色等；二无随转用，未于此意无能住持趋意者。如其次第，载主作者俱无所有故，无有能随转作用。三无生他用，未法不能生彼。四无自生用，未意不能自生。五无以转用，为众缘有故生，非故心心有。六无灭他用，为法不能灭他。七无自灭用，为亦不能自灭。问：如众缘有故生，亦众缘有故灭耶？答：众缘有故生，生已自然灭。如前所说有因法有，欲显在家即与出家杂染自性，有因法有，故此说言由二品为一，是生便可得等。由此二颂显无明爱有因法有。次后五颂显杂染品差别所依因及十分，此中有因诸法者，为无明乃至受有因，众苦者为爱乃至老死。此言显示烦恼业生三种杂染，根本二惑故者。此言显示烦恼杂染为取最胜烦恼杂染，自无能作用等言，复重别显业杂染意。有彼所作有差别故，彼果亦熟不思议故，自无能作用者。待善恶有他所引故，亦不由他作者。待自功用所成办故，非于能有作者。要待前生因差别故，方有所作非内
亦非外等送中，显依未来不生杂染，依止现在过去诸行能生杂染，摄行已生，即有此相，无有分别，未来无相故，无分别如此。如是当来决定不可知故，若不如是分别异类，或时可得；若于过去即可分别如此，如是曾有相貌可分别故？非为曾更而可分别，未曾更者，虽不分明取其相貌，然随种类亦可分别。此则显示依现在行分别为因生诸杂染，行虽无始，然始可得者，显示杂染十分差别。无始时来常随逐故，刹那刹那心所起故。自此以后显清净品，如实观时得清净故，或有自相故，为观色等如聚末等，或有共相故，为观有为同生助灭所有共相，或由世俗及圣意地故，为虽无痴者，非无愚痴众缘所生。世俗地故说痴能痴，又复显示非不愚者不正思维，是故彼为愚痴所痴。又由世俗宣说诸时随福等行，若就圣意无所随逐，有三应知者，为去来今三种业者，为身等业，一切不合合者，更互相望不合合故，所以者何？现在宿灭坏，过去住无方，未来依众缘而复心随转，若彼于此更互相应，如福等行无有合合，彼心相应道理一耳，云何当有时随转性？何以故？若心与彼诸行相应，或不相应，非此与彼，或时不相应，或时非不相应，又非一切心，或相应，或不相应。如是由圣意故，心随转性不得成就，今当显示。由世俗故，说心随转所有因缘，于此流无断者，今此颂中显世俗地非无作用，即于随转。又由圣意无有作者，即于受者，由世俗故而得宣说自作自受。又作者受者若依若异，皆不可说，未显此意故，次说言前后差别等颂。如是由圣意故，无有宰主作者受者，唯有因果，于因果相事通一难，略有五颂显示于此其我颠倒。初颂显示虽无有我，而有后有，无有断绝。有诸因果非顿具有，非从一切一切得生，又此因道无有断绝。颂中四句如其次第，是此四难。由第二颂显因果相，由后三颂显于无我诸因果中其我颠倒，此中显示彼所缘境，彼所依止，彼因彼果。初颂显示彼所缘境，自内所证，无色难见，难可寻思，故名无色。经说色相为寻思故，难说是他故不可见。由第二颂显彼依果，凡夫是依，众见是果。由第三颂显示彼因俱生我见，有总直记
自种随眠之所生起，诸外道等分别我见，由宿习等之所生起，此外道见要由朔习故，不正寻思故，又得随顺从他听闻非正法故，而得生长。此中显示有所依止作意所缘诸过失故，分别我见方得生起。次后五诵显彼我见由及次第发生于苦，又及此苦并及我见二苦因缘，又于解脱能为障碍。此中初诵显示于己，第二第三显示行苦所摄，阿赖耶识爱藏，此以而去细论，为我当有非当有等，言爱藏者设为集体故，又复此苦于一切时恒常随主，无一刹那而暂息者。由第四颂显示此苦是能济我及苦乐缘，由第五颂显示济我由愚痴故障碍解脱，言增上者妄于二苦故，言变形者随逐诸受故，变所作者变善恶无忌故。今当显示阿赖耶识所摄行苦共他相似，又显差别，由正法行方能结故，于是众流最为暴恶。言众流者辟言等六五趣三界等，又法行者显示结了解脱变之及复变之，结了复变之者即了之苦，未了之我受苦受乐皆依于苦，又此分别能起诸见，从彼所生亦能生彼，显示结了复变之矣。余有六颂显示结了解脱变之，为染污意恒时诸惑俱生灭，若解脱诸惑非先亦非后等，非先者与诸烦恼恒俱生故，非后者即与彼惑俱时灭故。又显所说解脱之相，为非即彼生矣，后方清净别有所于清净一生，即彼先来无染污故，说为解脱，未成此意故，复说言其有染污者毕竟性清净等。颂又复显示二种解脱，为烦恼解脱及世解脱，诸种子灭故，诸烦恼尽故者，显示烦恼解脱，即于此无染者显示解脱，如经言必除当知，若于眼中贪欲永断，如是此眼亦当永断，乃至广说如是显示有余一解脱矣，次当显示无余一解脱，自内所证者显彼不思议故，为众苦尽者为浅忘记为无性之，为有余一永寂灭故，说为寂灭非全无性，无细论者此解脱性为内所证，若意不意死后当有或当无等，一切细论不能说故，未显卜特伽罗及法句非流转生死或波涅盘故。复颂言众生名相续及法想象中无生死流转亦无涅盘者，以是圣意圣教伽脱，次当建立意趣意伽脱。如经言一时所呵世界主大梵天王往世尊所顶礼佛足退坐一面，以妙伽脱而暂请曰
愚学道究竟，善断诸以往。今请学所学，修学为我说。大仙应善听，学略有三种。增上戒心慧，于彼当修学。应圆满六支，四乐住成就。于四个四行，智慧常清净。出善住根本，次要心寂静。后圣见恶见相应不相应，先静要静虑，即于地善巧，即于诸地中应生远增长。于诸学处中有四趣三所，远离于二趣，于二趣正得。二安住二种，一能去涅盘。见此为因缘，纯杂而修习，最先离恶作，最后乐成满。诸学是为初，于此学聪锐，由此至修静，静生乐成满。诸学是为中，于此学聪锐，从此心解脱，永灭诸系论。诸学是为尊，于此学聪锐，若行去不净，亦去于善去。是行说为出，当知此非共。若行去清净，非诸去究竟。是行说为中，当知亦非共。若行去清净，于诸去究竟。是行说为尊，当知此必共。若有学无学，当知并聪锐；若有学无学，当知并愚夫。若弃舍摄受，亦断除粗重，即现见所知，是受持三学。若有缘无缘，亦细粗显现，由受持远离，言发悟所引。初学唯有一，第二学二种，第三学聚三，会者皆超越。不毁坏失罗，于学士能顺，鬼犯无机论，于五处远离。若无犯出离，无恶作恶作，于彼学寻求，即勤修彼行，终无有弃舍，命难亦无亏。常住正行中，随毗奈耶转，修至是为先，亦修至净命。二边皆远离，亦弃舍邪愿，于诸障碍法中无有单染，乱心法才生，寻当速远离。非太沉太浮，恒善住正念，根本眷属净，而修行犯行，应发勤精进，常坚固勇猛，恒修不放逸，五支善安住，当引自诸善，亦发露众恶，得诸衣服等，粗妙皆欢喜，少随于事物，粗鄙亦随转，受度多功德，为济离烦恼，当具足威仪，应量而摄受，终无有所为，乍现威仪相，不自说实得，亦不令他说，虽有所方求，而非现意相，从他边祈求，终不强威逼，以法而获得，得以不轻毁，不单着力养及所有恭敬，亦不执诸见，增益于损减，不着顺世间，无益闻咒术，亦不要蓄积，无益长衣钵，恐增诸烦恼，不染习居家，为静修智慧，当亲近贤圣，不续朋友家，恐发忧悲乱，能生苦烦恼，才起寻远离。不受于信师，恐加害疮炮，于如来正法常无有弃舍，于他
前犯中，无功用，安乐，常醒，自过失，知以速发怒。若犯于所犯，当如法远离。所应迎视中，能永立自作。于佛及弟子，威德与言教，一切皆信受，观大罪不谤。于极甚深法，不可思夺处，能舍旧失宗，不坚执自尽。常要居远离，及边际卧具，恒修习善法，兼精进勇猛。无有欲生欲，不增物增物。离睡眠睡眠，时不拘寂静，离恶作恶作，无息虑息虑，一切种恒时成就正方便，引发与觉悟及和合所结。有相若亲泥，亦多众喜乐。亲逼及亲泥名虚妄分别，能生于欲贪，智者当远离。诸欲令无宝，众多所共有，是非法因缘，能增长贪爱。贤圣所应离，速去于坏灭。仗托于众缘，威仪所依地，诸欲如枯骨，亦如软肉断，如草具相似，犹如大火坑，譬如蟒毒蛇，亦如梦所见，如借庄严具，如树端熟果，如是之诸欲，都不应耽乐。当听闻正法，常思维修习，先观见粗净，次于修一相，舍烦恼粗重，于断生心乐，于诸相观察，得加行究竟，能离欲界欲，即离色界欲，入真谛相观，能离一切欲，正宪法涅盘，即于一永尽。于学道究竟，善断诸以往，今请学所学修学，为我说者，于此颂中，大梵天王先赞世尊，后兴请问，赞世尊者，为于一切学中已得第一究竟，此一自力行圆满，不共得说，又能善断辗转所生一切以往，此一利他行圆满，不共得说。兴请问者，何等为学？学有几种？云何于彼当修学耶？是故世尊意为策力不多所作懈怠众生，总摄一切，略说三学，故此告曰：大仙应善听学，略有三种，增上戒心慧，于彼当修学。此中显示一戒心慧，若散乱者，令不散乱，方便为说增上戒学。心未定者，未令得定，方便为说增上心学。心已得定未解脱者，未令解脱，方便为说增上慧学。由此因缘，诸修行者一切所作皆得究竟。此显世尊密意宣说，一切诸学无不设在此三学中，又未显示于诸学中由此方便承办所学，故此说言应圆满六支四乐住成就，于四各四行智慧常清净。今此颂中如其次第显示承办三学方便，应圆满六支者，应依增上戒学方便修学。何等六支？一、安住净施罗；二、守护别解脱律仪；三、规则圆满；四、所行圆满；五、于诸小罪见大部位；六、受学学处。如是六支显示四种
湿罗清净，安住净湿罗者，世所依根本守护别解脱律仪者，显示出离湿罗清净，为求解脱而出离故，鬼则所行具圆满者，此二显示无所积毁湿罗清净，于诸小罪见大部位者，显无穿缺湿罗清净，受学学处者，显无颠倒湿罗清净，如是六支及圆满故，增上戒学，与于方便作所依止，四乐住成就者，显示增上心学方便，四种静虑名四心住，现法乐住故名为乐，于四个四行智慧常清净者，以增上慧学说，位于苦集灭道四圣地中，一一皆有四行及无常等，增上慧学由此静智之所显故，出善住根本，次要心寂静，后圣见恶见相应不相应者，此颂显示增上三学次第升起根本者，为增上戒，由后二种是此初学所流泪故，既具湿罗由无悔等次第修习，能得第二心要静定，心得定者见如实故，能得第三成就圣见，远离恶见，先静乐静虑，即于地善巧，即于诸地中应生远增长者，此颂显示三学次第清净差别，先静者是初学，要静虑者是第二学，于地善巧者是第三学，又于如是地善巧中应生者为道地，应生起故，应远者为苦集地，应远离故，应增长者为灭地，软中上品烦恼次第烁烁渐断增长灭故，于诸学处中有四趣三所，远离于二趣，于二趣正得者，此颂显示于增上戒心慧学处有所修学有成败故，随其所应所得果报四趣差别，位于欲界人天所设所有善趣，是增上戒成所得果，即于欲界余趣所设所有恶趣，是增上戒败所得果，色无色界天趣所设所有上趣，是增上心果，三界所不设涅槃趣，是增上慧果，于如是诸趣中远离前二善趣恶趣，以应证后二上趣及涅槃趣，此言显示世出世间二道所得二安住二种，一能去涅槃，见此为因缘纯杂而修习者，于此颂中显示最初增上戒学增上心学，见此能为增上心学增上慧学安住因缘，显示中间增上慧静虑律仪所设增上戒学能为二种安住因缘，显示最上一种能为涅槃安住因缘，当知此中显示修习若别若总随其所应，最先离恶作，最后乐成满，诸学是为初，于此学聪锐者，此颂显示由增上戒学以无悔等见此修习为后转因，由此至修净净生乐成满，诸学是为中，于此学聪锐者，此颂显示由增上心学修所成慧最胜上根，见此生故为最上学因，从此心解脱永灭诸系论，诸学是为尊，于此学聪锐者，此颂显示由增上慧学能为最胜涅槃果因，
若行去不净，亦去于善去，是行说为出，当知此非共者。此颂显示增上戒学若有败毁为恶去因，若能成立为善去因，此事不共离后二学亦能成故。若行去清净，非诸去究竟，是行说为中，当知亦非共者。此颂显示中间学行离欲界，欲得清净故，明去清净，未能尽离上界欲故，亦未永拔欲随明故，不得名为于诸趣中究竟清净。此离最上亦能成办，故名不共。非离最初，若行去清净，于诸趣究竟，是行说为尊，当知此必共者。此颂显示最上学行三界诸欲皆远离故，亦能永拔诸随明故，于诸趣中最为究竟，不离前二，能独成办故，名必共。若有学无学，当知并聪锐者，此初半颂显示于三学中聪锐者相，有正学故，无邪学故。若有学无学，当知并愚夫者，此后半颂显示于三学中愚夫之相，有邪学故，无正学故。若弃舍摄受，亦断除粗重及现见所知，是受持三学者。此颂显示若能弃舍加亲属等所摄受故，若能断除三摩地障诸粗重故，若能现见四圣地相所知理故，如其次第，三学成满。若有缘无缘，亦细粗显现者，此初半颂显后二学及最初学，如其次第，有缘无缘，细粗差别，由受持远离言发悟所引者，此后半颂显初中后，如其次第，引发因缘，为世期所引故，身心远离所引故，由他言因内证思维所引故。初学唯有一，第二学二种，第三学具三，会者皆超越者。此颂显示初一不共，中不离初，上不离二，超彼一切，当知无学是阿罗汉。不毁坏失罗于学是能顺，规范无机论于五处远离者。此后显示受持戒相，不毁坏失罗于学者，为安住境界是能顺者，为守护别解脱律仪，规范无机论者，为规则无犯，于五处远离者，为所行无犯，略有五处诸必除等非所应行，为王家、畅令家、孤酒家、昌会家、旃陀罗及劫尺那家、畅令家者，为徒阳等游遍宣告，此徒阳等成疾重罪，多造恶业，杀害羊等故，若无犯出离，无恶作恶作者，显示于诸小罪见大部位，如其出离亦无恶作，如其恶作亦无有犯，于彼学寻求及勤修彼行者，显示受学学处终无有弃舍，命难亦无亏，常住正行中随毗奈耶转者。此颂四句如其次第，显示常失罗性、坚失罗性、恒所作性、恒随转性，修治是为先，以修治净命者。此初半颂显示鬼犯及命清净，由诸鬼犯先发誓愿，方乃修行，故名为誓。二边皆远离，亦弃舍邪愿者。此后半颂显示远离受用欲乐自苦二边，即弃舍升天等愿，故失罗清净。于诸障碍法中无有
耽染，乱心法才生，寻当速远离者，此颂显示于诸根门不守护等障碍清净，所学法中不见功德，无耽染故，于诸不善欲会寻等扰乱一法，虽暂生疑及除浅故，学得清净，非太沉太浮，恒善住正念，根本眷属境而修行犯行者，此颂显示远离威烈恶作故，远离非处恶作故，远离失念故，于究竟时及方便时修行犯恒，皆得清净。于且师弟论。